普图8月28日讯，虽然今年夏天莫德里奇一直和国际米兰联系在一起，但这名克罗地亚中场最终留在了伯纳乌球场。而正是在六年前的8月27日，莫德里奇从热刺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。他在马德里度过了六年时光，帮助球队赢下了4座欧冠、3座世俱杯、3座欧洲超级杯、1座西甲联赛冠军、1座国王杯冠军和2座西班牙超级杯冠军。莫德里奇在 Instagram 上写道，为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踢球六年了，仅哈勒 Madrid 的进最好的是总不会来的容易。编辑：姚凡。